接生命，生命电视与你共同救护生命。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八卷，现在经文讲到这下第二名纯真妙修十二丹符有两段，第一是分事，分别开始，这个阶位啊。那么到上次讲完，接下去第二是结尘，跪之下第二结尘，就是总经上文。成就前面这个十二丹符的阶位啊，这个说明已经到这里说清楚啊。那么总结上文说，是种种地，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身喻，是摩他中用诸如来逼迫舍罗清净修正。渐次深入，我乃如是皆以三正经故，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这是观则名为正观，若他观则名为邪观。这是结尘，是种种地，就是前面所讲的，从甘慧地一直到。等觉、金刚心、妙觉，这些阶位，皆以金刚观察，通通都要像金刚那么坚、那么明、那么利的智慧来观察这些阶位的修法，以耳根圆通彻底修净，那么凡是每一个阶位的修持往前去进的时候啊，都要有像金刚的这么坚明力的智慧，才能够一步一步往前深入啊。观察就是修行的方法啊，例如耳根圆通的反闻闻自性啊，依次观察一直深入，那么由此慢慢由浅入深啊，一直到实地等觉。如幻十种身喻，他这个修法虽然是有在下功夫修，但是要有十种比方啊来做观察，深入的观察，对这个阶位才能够往上递。十种身喻这个十种比喻啊，是根据这个《大品般若经》有这十种啊。现在经文里面只说十种，没有把这个名词列出来，只列第一个如幻，幻是十喻的第一种啊。《大品般若经》里面说，观一切业如幻，一切法如焰。一切身如水月，妙色如空，妙音如响，诸佛国土如全城，佛事如梦，佛身如影，报身如像，法身如画。这就是大品般若所说的十种比喻啊。所谓身，因为这列出来的名相啊，都是贯很深的道理，
配合这个道理来观察前面的过门修法，才能趋近于这个所要达到的目标。第一个如幻容易明白，经常讲的就是如幻如化，就是变幻的。我们这个世间一切众生都是如幻，那么造善恶业也是如幻，在如幻中受这个因果报应，这个详细啊，在《中观论》里面有说明。第二，一切法如焰，这个焰呢、是阳焰，平常时在这个春天呢、在原野、狂野的地方，早上天一亮，太阳出来，照到那个狂野的地方，地气被照到这个阳光啊，这个地气往上升，有点像云像雾啊，那么远看呢、像水啊，所以这个《楞伽经》里面这样说：比如群鹿为科所破，见春时焰呢、而作水翔，迷乱辞去，不知非谁。楞伽经有这么几句话，他说好像深山里面的野鹿，那个鹿子渴得不得了，想喝水，那么到处倒水，天亮之后地气被太阳一照，那现出来的这个样子如云似雾的那个样子，远看啊很像水，他以为是水啊，凭老面跑到那个地方去，结果没有水啊，所以他迷乱辞去，不知道那不是谁，所以因此啊，众生也是如此啊，贪着这个世间爱着，所以把这个云雾眼看是谁呀、当作真谁，那么去追求一无所得，人一生还不是这个样子啊？一切身如水月，一切众生六道众生的身，这个身体呀、好像水中的月亮，显示它没有实体了。你看这个身体很实在吗？实际上跟水中的月亮没有两样啊。所以说一切身如水月，妙色如空，微妙的色，这个妙色就是很好看的颜色了。你看到那个好看的颜色，实际上跟空花一样的，所以妙色犹如空花，这个空是空花，例如说，这个眼睛有毛病，看到虚空之中有很多这个金星啊、在空中飞，那是空花。那么你看到世间上很好看的色，你把它看作跟空花一样，就不会起贪着啊。第五，妙音如鼓响，很好听的声音呐、好像深山幽谷里一种繁响啊，有人向着这个深谷喊了一声，那么这个深谷也会回响喊一声，那么你听到很好听的声音，你就把它想作跟深谷里面的回响一样，并没有什么好听啊，这样子就不会被声音所抓啊，所以观妙音如鼓响啊，好像深谷里面的反响一样啊，这是第五。第六是诸佛国土如全城，全城啊是简称全大佛城啊，八部里面有全大佛吗？啊，就是寻香，这个全城啊实际上就是海边早上的这个地气跟这个海水的雾气往上升的时候啊，太阳一照，太阳刚出来，从远方看去啊，好像有楼、有房间、有屋子，甚至有城郭，那就是一般所说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之类。你看诸佛国土，纵然有佛国，也不时看
看他就像全的婆城一样，就是还是好像是海市蜃楼，这是第六。观佛事如梦，做种种佛事啊，修学佛法啊，好像在梦中下功夫啊，就是说像《金刚经》所说的梦幻泡影呢，这是第七。第八，观佛身如影，就是佛的身体也观他好像这个影子一样，影呢、比如现在有太阳，你站在这个太阳之下，就现出你的身影来，这个影子看是有啊，手去摸没有啊，那么这也是把这个诸法不去执着为实在，用这种方式啊来对治。其次第九啊，观佛的报身如镜像，镜子现出来的这个影像，看佛的报身不是很庄严吗？可是那就像镜子里面所现出来的像一样啊、那么总之都把它做空观。最后第十，观佛的法身如化，化是变化，观佛的法身如变化，好像变化出来的东西一样啊、那么这十种比喻啊，如果能够好好的去修观观存的话，对于前面的修持啊有很大的功用啊。这个十种的比方说完之后啊，在经文里面就是大明般若经，大明般若经里面还接下去说，不可取，不可舍，一切空故，说这十种比喻显示修法当中不能取，取就是取着，那么既然不可取，因为这个所说的十种比方啊，它总不出度众生、说法、庄严佛土、供养诸佛啊，虽然有十种，它的用意不出这四种，所以如果不知道不可取的话，那么就是知道虽然度尽众生啊，而实无众生得度，虽然说法而无法可说，佛常常说法，可是他到了最后啊，他说他49年呢、不曾说着一字，说法说了49年，谈经300余会，到了最后，他说我49年不曾说着一字，没有说到一个字，实际上他不是说字了，是说法嘛，那么因此之故啊，所以不可取，那么也没有佛土可以庄严，也没有供佛的这个实际的现象，都是如幻如幻。既然不可取，又是不可舍，既然不可舍，就自然而然的任运去度众生，任运去说法，任运去庄严佛土，任愿去供养诸佛，那么既然一切皆空，所以取舍双亡，一切皆空嘛，取也亡，舍也亡，取舍双亡，妄心度即灭，所以叫做身，十种身意，但是这个身意就在这里。那么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修持而达到修观的境界。奢摩他翻成中国话叫做止，修学如来的正法的奢摩他中，用诸如来的逼迫奢摩，逼迫奢摩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观，止也是佛如来的止，就是究竟最高境界的止，止的观法。观也是如来的观法，就是用佛果的究竟地去修观，由此啊一步一步往上进，次第修进啊，一直到究竟到妙觉，所以叫做清净修正。它这个清净修正呢、就是显示一切都是如幻如化中自然往上进，没有一点的执着，也没有一点的这个妨碍，所以由此渐次深入，一步一步渐渐的往上深入，
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子修，虽然是如幻如化修，那么一皆是真修。永明大师啊，永明元寿禅师，他有一部这个《万善同归集》，《万善同归集》里面到了最后，他有句颂，他这个句颂里面就是根据这个十义里面的意义啊，写出这个道理来。那么普通一般只是借引用他的四句，说修习空花万性，愿作水月道场，降伏境里魔君，大作梦中佛事。普通一般只用这四句，实际上它里面呢十义里面有很多啊，我简略的再增加一些把它列出来。水月道场的原文是这样写：建立水月道场，庄严性空世界，罗列幻化工具，供养影响如来。这都是按前面的十义里面表现出来的。是为古想度门，修习空发万性，深入原山性海，常游如幻法门，降伏境里魔君，大作梦中佛事，广度如化寒师，寒师就是众生，同证极灭菩提。他这个十二句句颂里面呢，就是包含前面十义，把前面十义的要义啊，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他这个说法非常非常的圆满，那么按照这个道理去帮助观察，渐次深入，从甘惠帝一直往上进到究竟妙觉，这是总结。那么下面的文字是说明啊，前面这些修法都要按照前面所说的三件事为主啊，为帮助，是吧？所以佛对阿难说：“阿难，如是皆依三正定故，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像上面，如是指上文这样子的修法，都要根据前面所说的三种真定，就是第一要持遮戒啊。”这个就是要不吃五辛内罪啊。那么第二要修正见，就是持戒啊，就是正信啊。然后啊，违限业就是正修。第三的违限业就是正修，就从这个违限业的正修啊，一步一步往上正。所以从甘惠帝一直到等觉，都不离这个三件事啊。所以这里总结说，皆以三正定故。三正定就是三种电子使你增进这个阶位，一步一步往上升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啊。善很巧妙的如法修定，把这个五十五位菩提路啊都能够走完啊。五十五位就是前面除掉三件次之后啊，三件次是前后贯通的，不另外建立。所以从三件次除开，就从甘惠帝算起，从甘惠帝算起的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四加行、实地啊，这个叫做五十五位。信住形象地是五十啦。甘惠帝跟释迦行不就五位吗？所以叫做五十五位。这是菩提路，是路啊，从开始发心修行一直到等觉，这是到实地满是路啊。等觉妙觉啊不叫做路，那是菩提啊。等觉已经跟佛的菩提相等啊，妙觉究竟成就，所以等觉妙觉是菩提而不是路，所以前面五十五位叫做路，要这样子分清楚啊，不能把这个等觉妙觉都算进路去，那不是路，那已经到家，是在家里的这个境界。所以五十五位是路线，一步一步往上升啊，到了这个五十五位满了，进入等觉，就是已经到了菩提的家。啊，到了妙觉就是登堂入室
啊，这成就这个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啊，这完全要靠这个佛所说的前面的修法，如此正修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三正定啊，就是前面的三件事非常非常重要，才能够成就啊。最后啊，说两句，就或者是分作四句啊。作是观则名为正观，若他观则名为邪观。这总结上文，佛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照我上面所说的话这样做，照我上面所说的话这样做啊，那这是才算是修正法，正确的修观方法。那么就是从楞严经正中分开始啊，那么一直到现在到这里五十五位说完登入这个妙觉为止啊，按照经文所说去修正观，若他观则名为邪观，如果有偏差就是邪观，邪者不正啊。那么有人在这些文字上随便加进这个各种的说法，那都不算正确啊。佛的意思就是说，你必定要照我前面说的方法呀这样子做啊，如果有偏离那就变成邪观。这是最后叮咛的话，这是佛的大慈大悲啊，表露出来的，要后来的修学佛法的人呢，依这个方式来正观，来好好的修学，才能有所成就啊。到这里为止啊，这个科判啊，所有的大科啊，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个科判弄清楚，会发生差误。所以到这里为止，就是第一段，经文的经序分以后的经中分，第二就是第二科经中分。经中分有三段，第二的伪说伪事，等流自卑二教，这里有两段，第一悟证如来性觉，第二保随菩萨初心。悟证如来性觉分两段，第一是第三道成三德，第三道成三德就是前面所说的显如来藏、明圆通门、是菩提路。刚刚讲完的就是菩提路，讲完了就是菩提路啊。这第三道成三德到这里为止说完啊。那么接下去就是丁字下第二解一经第五名，总结这一部经，建立这个五种的经名，所以解一经立五名。那么到这里为止啊，可以说楞严经的这个主要的教理治教方面已经告一段落那么接下去是总结上文，显示经的名目叫做解一经立五名是文殊菩萨请问，那么佛建立五种的这个经名。
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礼拜药师宝忏暨护生，恭请慧泰和尚、广护法师共同主法，日期12月17日星期六，时间早上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新逢释迦牟尼佛成道日、世尊成道日，佛子共祈愿，感念十方众，殊时共享宴，特举办神州钟鸣祈福法会暨岁末联谊参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12月30日星期五，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烦恼是指一切能污染、易扰乱有情身心的精神作用。经典中运用许多譬喻来将烦恼的形象具体化，例如烦恼能牵制众生，令不得处理生死，因此《杂含经》中以恶为喻。烦恼如洪水，能令善品流失，因此在《大宝积经》中又称为瀑流。众生的烦恼叫落烦恼，有如茂密的森林，所以《方广大庄严经》中以稠林譬喻。潜在的烦恼随逐众生绵浮在深层的意识里，以及细微的活动状态，在不知不觉中扰乱众生身心，所以佛说宝语经中又称随眠。产生烦恼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贪嗔痴三毒缠缚众生，无法处理生死，因此波尼环经中又称烦恼为结，无数的心结缠绕就是使人痛苦的根源。释迦牟尼佛是现在烦恼迭起的娑婆世间，以为众生断除烦恼导涅槃路为其宏愿，如开敷莲花般交扣在佛陀胸前的手印说法印，有若一个姐姐的手势，便表法着佛陀以坚定的弘誓和柔软的善方便，为众生解开心中缠缚解锁的无尽悲心。